恭喜您购入逸之源净水器 Pro 分流器组，适用于台面上安装。打开包装箱，将手放在净水器两侧，取出净水器，拆除所有包装。分流器组包装盒内附有各种分流器组安装所需配件，包含产品使用手册、水龙头分流器、分流管、零件包及电源供应器。安装前请详细阅读产品使用手册。如您的水龙头是螺纹式的，请使用螺纹接管。组装前请先对照家中的水龙头口为内螺纹或外螺纹规格。若您的水龙头是内螺纹，请参考并使用画面上所需之零件组。首先拆下曝气器，装上螺纹接管，将塑胶旋钮套上分流器接管，露出上端，再接上水龙头，最后需使用硬币旋紧。若您的水龙头是外螺纹，请参考并使用画面上所需之零件组。拆下曝气器，将塑胶旋钮套上螺纹接管，露出上端，再接上水龙头，最后需使用硬币旋紧。然后将分流器装到螺纹接管，将分流器往上顶住水龙头接管，用手将塑胶旋钮旋紧到分流器上，取下两个带纹理的塑胶旋钮，露出大小分流管接头，将大小塑胶旋钮套进对应的分流管，塑胶旋钮的螺纹朝向管子的末端，用力将分流管推到分流管接头，再把塑胶旋钮套锁回分流器，用束线带将分流管绑在水龙头。装好分流器之后，您就可以开始安装净水器了。需要的工具包括逸之源净水器 Pro、 一块干布、测量工具以及原子笔或马克笔。将净水器放在理想的位置，翻转机器并放在一块布上保护净水器的顶部，确定分流器分流管长度足够接到净水器，而且电源供应器的电线也可以接到净水器以及电源插座。将电源供应器插入底座插孔，这时还不要把电源供应器插入插座。将净水器转正，可以用分流管固定器整理分流管，打开冷水龙头，将分流器转到净水模式，让水注入机器与滤芯，并持续放流五分钟，消除滤芯室中的空气及活性炭粉末。在放流的同时，检查有没有漏水。水变清澈后，将分流器转到自来水模式，再关掉水龙头。将电源供应器插到插座，您可以开始将逸之源净水器 Pro 连线至您的安利纯净居家应用程式，并开始在应用程式中查看净水器的即时效能。您的逸之源净水器 Pro 现在已经安装好，可以使用了。